10月的东北沈阳已颇有寒意，不过风和日丽的天气依然适合踏青登山。当地慈济志工利用机会发起进山活动。昨天晚上、前天晚上我还有点不舒服呢。通过一来之后了，特别好精神面貌啊，又不累又愉快。参加这个太好了，真的。大家一边登山一边捡拾路旁的垃圾和资源，没有错过任何一处小地方。沈阳和哈尔滨觉得就像有距离一样，但是为了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来做，没有距离不是问题。环保其实是大家都应该，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我想立我从我自己的自身做起，从这一点点滴滴做起。下了山，慈济志工也利用机会为小朋友们进行环保教育。黄仁瓶子埋在地底下是500年，等你们长大了，满地底下是矿泉水瓶子的过程中，你们都没法种庄稼了。要不要保护地球？要。孩子们的回答斩钉截铁。一趟环保进山行，不止身心得到了舒展，爱护地球的知识也刻画在心田。大爱新闻，这是美志工刘淑波、冯丽芬、李艳红，辽宁报道。